血需要输血，然后白血球41030太高，这都败血症的状况。败血症然后不太像车祸啦，那你说是不是人为造成或意外造成？有可能。这里是波比辣椒的房间，因为他还是怕冷啊，不让公主抱抱，所以我只可以在远远拍他啊。你没有看到他的伤口已经好很多了，然后他还是超级怕的，不知道他逃去哪里，超胆小的，还是怕冷，因为没有办法，他受到的伤害太严重了。好了，波比辣椒来，公主拍拍你，让大家知道你在糖果过得很好哦。干嘛呢？好不好？